三四选那克罗斯，古有三沙旦，今有三四选。之前流行过一阵子的三把沙旦之风出装，后面慢慢就没有人玩了。那改成三把嗜血弓呢？唯一主动肯定是使用不了的，但是嗜血弓所提供的90物理攻击、10% 心血、15% 暴击率都是那个所需要的属性。重点是属性也可以重叠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影片最后会说明以及解决方法。开局被法兰不用太花，对方是个皮皮，法兰的方式就是吸走再吐出来，尽可能把蓝 buff 血量打低，打到接近制裁的伤害。我眼中只有这个蓝 buff， 等皮皮一吐出来，调飞加个制裁，一技能二段加二技能逃走，再来个小小的走位，按下恢复，直接去塞班野区。我们带的是16吸血，残血打也会还能打满血量。敌方想把我置于死地啊，莫兰还来法兰区了。菲利首先控一手二技能，跟上一技能调飞补攻击上莫兰。注意一个小细节，莫兰是蓝 buff 起手，我们也是蓝 buff 起手，我们的蓝 buff 重生了，莫兰的蓝 buff 也会重生。莫兰此时还在上路，开局我们被反野，反我们没有掉 buff， 还成功返回去一个，能多吃一个敌方野就能多拉开局的经济。反完蓝就要去保住自家的蓝，皮皮通常都会来了还来的，我们身上已经有对面的蓝，万一守不住我们也不亏。皮皮通常都会来了还来再来的，大招加个制裁就是让你抢不到。突然被莫拉抓到了，原地打一个大招，莫拉还有大招，还好不是很痛。我们挑影子没抓到，娜塔雷射一道，我们再用位移往回走。注意一下，娜塔伤害很高的，吊着吃个补包。飞泪来了，二一一贴近莫拉，二段直接击杀。娜塔能瞄我的，不恋战往后走。莫拉又来欺负我们家图人，是不是？一个反向大招打出气势，不用管技能空不空，反正我普攻一定中。此时此刻，我情不自禁用图人名字吟诗一首。红尘一梦醉千年，莫拉一挡护天人。三万元记得反一手眼，96块一加一减，相当于两升的192块。对面一塔没了还这么猖狂，此时此刻我只想撞一条飞，后刚好被晕到，问题不大。再进一个近景，开出大招冰沙，皮皮从我身上打了过去，我一路往下走，技能也没中，我反手就是三段进场回城。那个后进场的话，对方都会没技能了，二一暴击击杀吕布，二段铁开出大招，水手一个三杀，神域野怪吸一下血，还剩一个莫拉才算圆满。看到莫拉想来收割战场，注意好他的位置，不回来吗？那我过去吧，挑飞一刀带走四杀。后期发现很难打进去，就要利用凯撒了，刚好深渊魔龙也要出来了，把深渊魔龙吃下，发起最强力的一波进攻，吃下黑暗之刺，然后马上把它用掉，吃了整趟莫拉的伤害，抓到他大招，玩的时间点挑飞打出两刀，在稳死的局面活下来。后期敌方输出起来了，挑飞不到的话请一定要二段往后拉掉，等下一次的二一技能，挑飞技能在冷却时，那个就是个行走的近战小兵，如果挑到了的话可以加个大招，最后还是要二段往后拉掉，绝对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往前打，再次挑飞击杀娜塔，同时我也死去，珠宝也同时破掉。三四选那克罗斯，不知道大家看出来缺点没有呢？缺点就是爆发不够，穿透有了，减冷却也有了，攻速、吸血、暴击率都有了，就是暴击伤害不够高。把一把嗜血弓变成圣剑，效果应该很不错哦。装备为守望之剑、骑士残血、破阵战矛、嗜血弓、嗜血弓、嗜血弓。改良版就是圣剑、嗜血弓、嗜血弓。奥义为暴怒、裸碎、龙爪。魔纹为死神之用、赏金链、作为副使、四灵鬼爪。听说点赞留言排位会10连胜哦。我是三四血那克罗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